好可怕的气息。好可怕的气息。抓到了，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停！通灵塔的符文。其他办法。雷鼓天音，王家绝学虚空枪，此枪一出，你无处可逃。这种废物的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这种大神通，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
幸好悟出了阴阳掌，否则今天就栽在王浩空手上了。但这种大神通不能随意使用，稍不注意，我的精力就会被耗光。这金色气息很厉害，硬扛肯定不行，试试看能不能直接冲过去。符文能扛住压力，将金色能量引入我的身体，拼一把！天地，万劫不朽，以我独尊。臣服。绝不！就算你是天地的主宰，那我就吞天噬地。生命灵泉，这么多生命宝印，我的生命宝印能让清楚蜕变，太好了。还有这么多，放着也是浪费。别打了，都是我的宝物，好好相处嘛。